妈呀，太坏了。全弄上啊，几个就够了吧，差那么多，现在他好像很老一样。他不老吗？传说中多少岁的人，九几年，92年，92年以后步入中年了，步入中年了，你是中年月了。我先进去关灯，不是，尝一下子。哎，不是，嗯，你看什么？现在还没拍照呢。不是塑料，可以吃的。嗯，这草莓怎么了？哎，我发现3片人还没拍照呢，蛋糕没了。什么素质？怎么拿手舔呢？不是你。有没有点素质了？我发现素质
就你素质这不边上有吗？那你可以素质证还是边上的？哎，那你可以把巧克力你给吃。啊，已经吃上了。嗯，都吃完了。啊，不热菜了。好，别快。这不是等着吃呢？哎，快三分钟了，约饭很久了，好吗？我去拍照。一块吧，五个。没了吧？嗯，这瘦条给去了。哎，行了，给我留点，我再照一张来。你别拍了，你别拍了，你别拍了，走了，走。你这个瘦给你吃了吧？啊，行，瘦给我吃了。你刮了，你别别刮了呀。那你让人家拍个照片，是吧？你拍个照片。是吗？你别吃牛奶啊，容易长胖。